这个房出家是我带他去的。哎呀，这种事儿啊，最怕就是传，传来传去，事情就变质了，升级了。你不行，你得啊，先主动把这个事儿跟秦玲玲说一遍，对吧？还原事实，王睿智当时是他让你去找的这个地儿。 也算是给你的一份工作，对吧？交给你的任务，你找到了，带他去过一次，后面就是他自己去的，跟你一毛钱关系都没有。是啊。是不是？这是事实吧？你得告诉他，对吧？嗯。第二点，你昨天说的话，我今天想了想，我觉得有道理。嗯。忠诚啊，忠诚对一个公司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，王睿智知道，但是秦玲玲不一定知道。 他可能没有感受到这些事儿，就觉得你反正每天陪着他去喝酒干嘛这个那个的，他不知道这些事儿，你得告诉他。就像你说的，你的核心价值他得看得见。嗯，那我就集合这几点，我明天就找个适当的机会，我就主动跟他聊一下。对，老公，我觉得你坦坦荡荡的跟他说，因为咱说的是事实，咱没有撒谎，咱也没有夸大事实。嗯，但咱不能吃哑巴亏。嗯，我说但凡是一个有点理智的人。 他不会再因为这个事情，好像来责难你。那真的有点说不通。他应该还行，我觉得不至于。对，因为这事儿能说明白，嗯，是不是？嗯，行，我明天跟他聊。你记住了啊，你主动一点，你别等人家来找你。不会，明天我照顾他们俩。啊，嗯。